因为这个时候是青铜器的一个开端，一个初始。这个是酒器，有爵。后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爵位，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你要有身份，你要是个贵族的，对吧？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。在面前的我们看到一个，这个叫做甲。这些字现在都不用了，要学古汉语，以汉语文学才会学到的。这个也是一个酒器，这是一个啊，装液体的，嗯，啊，大家不要。